我觉得这届奥运会收获很多。我觉得自己从开幕式也打到了闭幕式。我觉得其实场次我都打满了，其实没剩一场。但我觉得其实能够为国而战的这种心情还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我跟王楚钦真正的是去做到了，从第一分拼到了最后一分。然后女单方面，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有可惜，但我觉得其实我跟梦姐也都捍卫了中国女乒的这种荣誉吧，我们也各自守住了自己的半区，会师到决赛。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失败者，当然我可能我还有机会再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所以说我也会及时的去总结这次巴黎奥运会带给我的一些经历跟收获吧。